都谈了自己在五一期间的打算，有的同学呢想出去旅游，有的同学啊想参加少年宫的钢琴培训。看来五一期间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啊。高天，高天，什么？你五一期间打算干什么呢？我不去旅游。高天，老师又没有问你去不去旅游，老师是问你有没有打算。打算？打算吗？先睡两三天再说。那睡完两三天之后你打算干什么呢？这个嘛，接着睡。秋子，你说说吧。我妈妈说这个假期的生活让我自己安排，我想。你想干什么呢？我想把我的假期生活拍部 DV， 争取在少儿频道播出。很好，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老师鼓励。我发现我们班快乐星球影迷协会的同学并没有发言哦，是不是在密谋着什么大的行动，来一个一鸣惊人呐、啊？周小航，老师让你们快乐星球影迷协会发言呢。老师，我们刚刚还在商量呢，最后我没有定下来。那现在有定下来吗？我们快乐星球影迷协会准备在假期拍一部电视剧。我们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做牛头山探险。牛头山探险？牛头山有什么可探险的？编呢，不就是图个好玩吗？不管这部电视剧能不能拍成，只要在假期里得到了愉快，那我们就成功了。说得好，那在这里呢，老师也提前祝同学们五一期间过得愉快。谢谢老师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小顾，你回来了。我要宣布一件惊天动
哦，哟，你要出什么大事了？哎，我妈妈呢？啊，你妈还没回来呢。等我妈妈回来，我再宣布。哎，小罗，来来来来来，能不能先给爷爷透露一点？哎，小航，你妹妹说的是真的？啊，有这个打算。哎，小航，什么打算？我们打算把你赶出去，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大厅就属于我们的了。哟呵，把我从这儿赶出去，你们想造反啊？你们？我们快乐星球影迷协会要把这个大厅当成我们的创作室。创作室？你们能创作什么呀？我们要创作一部电视剧《牛头山探险》。哟，你们要拍电视剧啊？我能参加吗？我们第一个驱除的人就是你，你来参加吗？行，不用你驱除啊，我自觉，我自己走。哎呀，开玩笑嘛。我也开玩笑了，我马上有个约会，哎，快那点儿了。大山，你是不是又交女朋友了？我谈恋爱是我私生活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啊。叔叔，嗯，你能不能顺便帮我买瓶咖啡啊？我们拍电视剧可是一件特别费脑子的事情。秋子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妈妈，人家正在录制节目呢。哈，你录什么节目呢？我呀，要在假期里拍一个 DV， 争取在少儿频道播出。哟，好，妈妈支持你。哎，支持的话就出去，拍摄种地，先人免进。那妈妈不能做你第一个观众吗？等拍完你再看嘛。好，妈妈等着，等着看我们秋子拍的电影。不是电影，是 DV。 哦，不是电影，是 DV。 我们秋子成张艺谋了。张艺谋是男的。那就是女张艺谋。你眼里怎么只有张艺谋啊？那你当谁呀？我要当鼎鼎大名的叶秋子。好，就当鼎鼎大名的叶秋子，妈妈等着啊。妈妈走了。嗯嗯，妈妈再见。今天是放假第一天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换衣服。第二件事儿就是换上我喜欢的裙子。这边也要啊，还有这几本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再多啊看不完就该开学了，就先买这几本看着吧。嗯，编剧概论上说，哎，我们干脆啊先定人物吧。第一个人物，男，21岁，叫毛月，来，先喝咖啡吧，谢谢。
叫陈涛。第二个人物，侦查员，女，就叫江小丽。朱小璐，你也来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的活动吧。我要到叶秋子家去玩，你们慢慢讨论吧。再见。第三个人物是侦查处处长。据我所知啊，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侦查处。哎，几个人物了呀？四个了。够了够了，四个可不够啊，至少要五个。如果投票表决的时候两票对两票，那可怎么办？必须五个。这样，今天我请到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周小璐来我们家做客。我妈妈说周小璐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，我妈妈说要我和小璐成为好朋友。下面有请小璐讲话。啊，还要讲话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幸亏让你的摄像机停一下。小璐，你紧张什么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但是你这个 DV 是要往电视台送的，你怎么可以随意乱拍？你应该认真地拍摄你自己的生活嘛。光拍我自己有什么好拍的呀？这几天我把我家里的一切都拍光了，我叫你来就是想在我的 DV 里面增添点色彩。没什么可拍的，你可以把镜头对准我们班的影迷协会嘛，你去看看他们讨论剧本，好玩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，我是班长啊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当我们这次 DV 的主持人怎么样？这次可是你妈妈没有参与做出的重大决策，我正是要向妈妈请示呢。我看可以免去请示了吧。影迷协会的剧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几天来他们为了剧本的设置争得脸红脖子粗，互不相让。当陈涛和江小丽走进魔鬼谷的时候，什么魔鬼谷？他们早就到魔鬼谷了。不是还没有到魔鬼谷吗？你看这个，给，就这个，这儿，我。啊，果然到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突然，出现了一只恐龙。江小绿大叫了一声：“停！拜托，我们又不是在拍科幻片，哪来的恐龙啊？”导演这时候要采用电影手法，把它处理成幻觉。陈涛揉了揉眼睛，才发现那是一只老虎。江小绿，快趴下！打住吧，打住吧！爷爷只听说过东北虎、华南虎，还没听说过牛头山虎的呢。那就改成大蟒蛇，一条大蟒蛇腾空而写。得得得得，照你们这样写下去，那到开学的时候也写不出来。这样吧，爷爷帮你们找个专家来指导指导你们，怎么样？可是我们不认识专家。这个好办，我们听赵秘书的爱人叫马啊马什么的，他是个专业编剧，我现在就跟你们联系啊，现在就跟你们联系。啊，孩子们就在这儿了。谁呀？啊。老厅长，您来了，我妈正在等着你们呢。好好好。
来，咱们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来，孩子们进去，进去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爸在那写作呢，老队长，你快坐。孩子们，坐坐坐坐坐，来，坐坐坐。队长。他怎么哭了？是他吗？他经常这样，写着写着就哭起来了。孩子们，吃水果啊！孩子们，听见了吧？这里马老师还没有见面，就给你们上课了。这搞创作呀，就应该满怀激情，懂吗？老爸，让你们久等了、啊，坐坐坐坐。孩子们，这就是你们的马老师。马老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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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把自己写哭了？陈红旗死了。哦，陈红旗是谁呀？不知道。陈红旗呢？他的一生啊，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。哦，那老马别激动，来喝口水。我能不难过吗？村里人听说他死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，没有一个人不难过的。那陈红旗老先生他高寿了？老厅长，你搞错了。陈红旗啊，是我作品里的一头驴。啊！老马呀，听说你下一部的作品是《秀秀回家》。对，写陈红旗啊，我还能控制住感情，写到最后，我才哭了。可是写秀秀。他是我酝酿很长时间的一个艺术典型啊！想起来他的悲惨一生，别激动！爷爷，马老师这么伤心，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啊。老马呀，这样吧，我们改天再来，改天再来。孩子们，马老师再见啊！马老师再见，老马再见啊！好，这里好像很少有车。老马，陈红旗老先生过寿了。老厅长，一定是您搞错了。陈红旗是我作品里的一头鱼。听说您下一部作品叫《秀秀回家》。秀秀啊，是我酝酿很久的一个艺术形象。可是，我一想到他的悲惨的命运。哎，来车了！走，快走！陈同奇老先生高寿啊？老厅长，你搞错了，他是我作品里面的一头驴。傻笑什么呢？听你们说了半天。都是一头驴一头驴的，这头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笑吧，两个女孩子在一起就会傻笑。妈妈，你要是听了我们一头驴的故事也会笑翻的。你们笑，接着笑啊。来干杯，干杯。哎，咱们要是跟他们去该多好啊！谁知道能遇到这么好玩的事儿啊？
哎，小鹿，咱们要是把咱们一头驴的故事录到 DV 里面去，同学们一定会笑翻的。我跟小航说了，以后无论到哪儿，都会带上我们两个的。对，咱们要有第一手资料。小鹿啊，刚才你哥哥来电话说让你和秋子去一趟少年宫，有行动。快，一定是爷爷找来辅导老师了。走，快走。哎，别着急啊。妈妈再见。哎呀，阿姨再见。报纸上多了一点。左纸。啊，对。小航，等等我。你们好快啊！哥哥，是不是又找到辅导老师了？是的，这次找的是一个少年作家。少年作家，我最佩服少年作家了。那他是谁呀？他叫高高。高高啊，我最喜欢他的作品了。他在哪儿呢？爷爷让我们去儿童乐园找他。好，走吧，走。摄像机的手都在颤抖。小鹿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没有不认真的，你说谁的手颤抖了？我还没有说你，激动的脸都红了呢。真的耶，叶秋子脸果然好红，人家一见了少年作家激动了呗。人家激动有什么不好的嘛？将来等你们成了少年作家，我看见你们也一定会激动的。好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也会让你听到我们的名字就激动的脸红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哎呀，别说废话了，少年队要快走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呀！哎，哥哥，你是不是在等周小航啊？周小航？你是高高哥哥吗？哎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高高哥哥。先不要着急抢功。人家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你们要找的是谁啊？你不是高高哥哥。我不是，我是迪迪哥哥。再见吧，小弟弟，去找你们的高高哥哥吧。让我玩吧，让我玩吧，让我玩，让我玩。哎，那边有哭声啊！玩啊！我就不让你玩。你让我玩吧，让我玩。哥哥，你就慢慢玩吧。为了让你们找到我啊，这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。观察和发现是每个作家的道行之一。当你们一进入公园，我就发现了你们，可是你们却把那个书呆子当成了我，真叫我感到好笑。你就是高高哥哥。对啊，我就是高高。悠悠子，快开始。您的名字非常有个性。这是我的笔名，我的原名叫高来福，很俗是吧？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，怎么样，很个性吧？叶秋子，你激动什么？多了不起的名字呀！高高哥哥，你今天要给我们上什么课呀？上什么课？上辅导课呀。没有听说过某个作家是辅导出来的呀。可是我爷爷说，不请专家辅导不行。关键不是请专家辅导，而是要将你们自己身边的事情写出来，用不着冥思苦想，更用不着胡编乱造，只要你们将生活事情写出来就可以了。你们的小脑子里有警察的生活吗？你们去过牛头山的魔鬼谷吗？魔鬼谷是我们编出来的。瞎编怎么可以？没有生活是不行的。只要你们将自己的生活，还有你们的老师，还有同学写到剧本里，拍成电视，这样的就好多了。经过高高哥哥的点拨，他们放弃了牛头山探险的拍摄计划，把我们班的同学变成他们笔下的主角，剧本的名字改为《快乐的四一班》，大家一致推选周小航担任导演。妈妈刚才来电话说，他们下乡演出去了，不参加今天的会员啊。来，我们为周导演的上任干一杯！
阿妹，恭喜叔叔啊！谢谢叔叔，谢谢爷爷。来喝。谢谢爷爷，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。哎，这有什么感谢的？这是爷爷喜欢做的，也是爷爷应该做的吧？怎么不感谢叔叔啊？你们的咖啡可是叔叔买的。啊，谢谢叔叔。嗯，不用谢，这是叔叔喜欢做的，也是叔叔应该做的。看看看看，鹦鹉学舌来了。小航，叶秋子的妈妈昨天晚上看了剧本，她说她想客串老师这个角色。毛月和万事通也说过，他们的妈妈也想演这个老师。你说让谁演合适？让这群妈妈演，人家慕容老师年轻貌美，温柔似水，让这些妈妈演不演飞了呀？小航，周导，我这有个演员，绝对够水平，让他试试怎么样？是不是又是你的女朋友啊？别说这么明显嘛，咱们也来个他们圈里的内幕。叔叔，如果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可以蹦你一把，让我未来的婶婶来演这个老师。够哥们意思。说什么呀，一会儿孩子一会儿哥们儿，跟你有代沟，说也说不明白。叔叔，哥哥支持了你一把，你也应该支持我们吧。说吧，让叔叔怎么支持啊？给我们买一大箱泡泡糖。一大箱泡泡糖？你们那么几个人吃得完吗？当然吃得完。好吧，叔叔给你们买。小洛，你今天有两个任务。第一个任务，你要写一份请示报告，让学校支持我们，而且同意我们用教室。第二个任务，你要把这份报告亲手交给校长。好，那你干什么？我分镜头啊。我们家小航真像个导演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干干干。周导，哎，能不能把剧本看看，让演员熟悉熟悉角色啊？剧本在我的电脑里面。我回去拿。这个大学生，来来来。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？我们在录像。给我录什么像啊？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DV， 需要很多资料片。哦，好，拍就拍吧，只是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让我换件好看的衣服。不用换了，校长这样就很好看，很亲切。哦，哎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以前不够亲切？以前校长的样子是不是很厉害？不是，是很困难。你们这两个小机灵鬼。好了，把这个送给门卫，一路绿灯。谢谢校长。不客气。我们还有件事儿。嗯，请校长在这上面提个字儿。提个字儿。嗯，好，可以。校长的字儿是不是很难看？我们不怕难看，不对，是校长的字不难看。哦，我们剧组有规定，嗯，凡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人都要给报酬，报酬是两块泡泡糖。哦，好吧，我收下，不能坏了你们的规矩。哦，对了，请校长在这上面签个名。还要签名？这个是我们剧组的财务制度。好，签。只是我要声明一下啊，这上面说是两块泡泡糖，可我只收到一块啊。叶秋子，这怎么只剩一块泡泡糖了？在路上的时候你吃了，还去那么大叫我看，怎么都忘记了？先生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。先生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
跟你说啊，这个角色我是力排众议为你争取来的，你一定要演好。谢谢谢谢。喜欢这角色吗？喜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角色是跟一个小学教师生活原型改编的，那个小学教师是我仰慕已久的对象，他天生丽质，温柔似水。既然是你仰慕已久的人，怎么不叫他演，找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说呀。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跟你讲啊，他是我仰慕已久的对象，可是对你没有什么影响。你知道一个男人为什么不能和自己仰慕的人在一起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男人只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是吗？原来你是想过一把导演瘾啊。我不但要过一把导演瘾，我还要把这个导演当得很精彩。很有成就感，想搞个大片儿，拿个国际大奖。错，我当这个导演并不是要什么成就感，也不是要做什么大片，我更就没有想过要得什么国际大奖了。那你为什么对这个导演这么不在乎呀？我在乎的是同学们的感受，我想让同学们在我的创作里找到快乐，但是我担心的是我的能力有限。这个忙我帮定了，你只要给大家制作快乐，我都愿意干。你怎么帮我啊？我让你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了。你怎么让我有这个能力啊？我给你配置一种导演思维素。导演思维素怎么配啊？具体程序很复杂，你就不用问了。我保证在你开机之前一定把导演思维素配置好。太好了。老田，你急什么急啊？以后有的是你上进的机会。哇塞，小航，你这身打扮真像导演啊，而且是大导演。李秀子，把镜头对准导演和编剧。现在，导演周小航和编剧万事通毛月已经走进拍摄现场。哎，导演，这个。这是导演的必需品。哎，我们那一段用不用再来一遍啊？这一段到时候不一定会用。按议事日程，今天的工作就是演员试镜，现在请导演讲话。讲话嘛，我就不讲了。开始吧，时间开始。好，第一个。毛月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编剧毛月同学在剧中也担任一个重要角色。现在，请毛月同学致敬。灯光准备。哎，等一下。准备完毕，开始。停，不对，要自然一点，你平时怎么擦的就怎么擦。那我再擦一遍。好，过这条路。这条路是镜，我表演的是一个值日生打扫卫生的动作，开始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呀，停，要自然一点，你平时怎么扫的就怎么扫，知道了吧？好，过来。周导。哎，你要女演员来，来进来。这就是周导。啊，周导好，阿姨好。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什么奇迹都能发生？你听说过少年作家吧？听说过。你听说过少年书法家吧？听说过。你听说过少年画家吗？听说过。你听说过少年导演吧？你是没听说过，现在不让你亲眼看到了吗？
少年导演啊，可这也不像是拍摄现场呀。啊，我们拍的是校园里的故事。开始吧，班长。你已经把剧本看完了，那你今天能不能给我演几段？行。来，阿姨，给这道具交个书。电视剧组今天开机了吗？哦，还没有。哦，今天演员试镜了。哎，你叔叔那个女朋友今天去了吗？去了。嗯，怎么样？人长得还不错。哦，就是。就是什么？哦，阿姨，你让小鹿给你汇报，我还有点事先出去了。好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报门户就行，报门户就行。爸妈，爸妈，转行呼叫爸妈，转行呼叫爸妈，爸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就在你身后呢。爸妈，你是不是来给我送导演思维素了？导演思维素，一天两次，一次一片。如果力不从心时，你可以多服用一片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建议你下一步导演一个功夫片。功夫片？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太难拍了。不用害怕，我已经把功夫片导演思维素给你研制好了，保证让你过一把功夫片的导演瘾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给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剧组有规定，只要为我们剧组工作的人，每人有两块泡泡糖。我已经帮你领了。哎，哦，不用，我还有事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今天快乐的四一班正式开机，第一场戏是四一班的同学在为全校的广播操比赛做演练。导演，导演，雷耀，先拿着。好，实验准备。准备完毕。翻阅。怎么了？感觉不对。应该这样，看好了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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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该这样，知道了吧？导演，你看，剧本上不是这样写的呀。就是，这不是广播体操啊。毛月，听导演的，以导演为中心，开始。儿童剧导演思维素，
棒棒，这里的小药片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专门为小航配的药。啊，周小航想当导演？不是想当导演，是已经当导演了。这一部需要导演儿童片，下一部还要导演功夫片呢。你手里拿的就是功夫片导演思维素。这上面写的是儿童剧导演思维素，功夫片导演思维素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把功夫片导演思维素给小航了。好，开始准备，开始。停。毛月，您感觉不对，应该是。应该这样，导演，试镜的时候你说要表演的自然，我跟你这样怎么有点像少林和尚发功啊？喂，毛玉，听导演的，以导演为中心，准备，开始。有。好，过。小鹿，准备。准备，开始。停。哎，不对，和毛月犯了一个梦。我告诉你，看我啊，应该这样。知道了吧？应该这样。导演，这是扫地，怎么感觉像武林好汉耍大刀？这还是扫地吗？听导演的。好好。快点。开始。小航，我是棒棒。棒棒，我是周小航，请讲。我把导演思维素给你拿错了，我给你拿的是功夫片导演的思维素。我在学校老地方等你。哎，导演怎么了？导演肯定生气了，看你还笑。那怎么办呀？关灯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OK， 过。啊，就这样啊，这样就过了。木老师，你演的真好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木木老师，这是你们片酬。什么片酬？两块泡泡糖。好，那我就先收下。一休子摄像。在我们封镜的时候，校长来了。现在请校长讲话。我可不是来讲话的，我是来要东西的。要东西？对呀，你还欠我一块棒棒糖呢。
起无数的桨，用勇敢和智慧做我的船桨，摇着月亮船驶向远方。如果我能够捉到月亮，我会用蜡笔画出银河的气势，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，把最